划开了糕点。里面是椰的。番薯做的，芋头的，丰富的早餐。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我是阿莹。看看，我现在在 Google， 今天是第二天。如果想看第一天的影片，请看这个影片。今天我们同样有安排了很多节目，刚刚吃饱了早餐之后呢，我们会有游戏，寻宝游戏，过后呢，今晚我们会有赏月吃月饼庆祝中秋节，然后还有帮忙九月份生日的人庆祝生日。当然不只是这样啦，我们还会游泳啊，所以如果想看我们今天吃什么怎么玩，那就要留守到最后啦。一早起来就看到这个风景，哇，刚刚好拍到我的二姐夫钓到鱼了，各位。哇！哇！各位看看，切！耶！各位，现在呢，我的家人他们要玩一个游戏，就是寻宝游戏，找这个 brown card， 褐色的卡，然后。找到褐色的卡呢，里面有很多问题，回答问题，问题要解决问题，然后如果不会解决的话呢，有三张求救卡，可以打电话或者叫妈妈爸爸帮忙，所以是很有趣的。到最后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团体，一个 group 的 game， 所以一定要合力一起完成这个 mission。这个任务最后呢会有一个宝箱，欲寻宝嘛，肯定是有宝箱，要找出这个宝箱，然后宝箱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礼物，所以好玩。好，那我们现在看看他们怎么寻宝吧。这些卡呢，刚才早餐过后的时间，我和我三姐已经在这个各地的房间藏好这个卡了，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玩吧。找到了 ，Lucas 找到一个卡了。加油！里面还有一组，我们去里面看的。找到了，你看。没有这容易的，比个大大的，看高一点。Buka apa? Cuba fikirkan. Buka apa? Buka apa? Kayak dia.色的卡，各位翻天覆地的再找。
找到了，耶！七八十一十二，还一张，还一张，还一张，但十二张还是里面啊？同事就会感觉给你，哎，赢在赢在赢在胜！耶！哇，你这样厉害呀！哇，你这样厉害呀！哇，你这样厉害找到啊！Yeah, going to do this.我们要完成这个 puzzle， 好。OK， 接着来。这个是青少年组，要完成的。Oh my god！ 妈妈又我。要把人体器官一个一个的组装回去。不老哎，人搞啊！你的病人死了哦，他缺氧太久了。我这个这么高的。求救了，你还有这个吗 ？Free call， 用吧，用吧 ，Free call， 这个是可以求救的。村，还有这两个，这个应该是在这边吧。比如你也不没有逃避是晚上 free call 了，快点我们 OK， 快点 free call OK， 他 choose free call 了。他们打电话求救，叫谁来求救呢？就是我的大姐夫。哦，这个大姐夫现在都进去了，刚刚有几个进去了。哦，那是最后一面的，没有啊，那边呢？到底手术会成功吗？好，这样子，然后我再看到这个东西，白色这个。有希望了，有希望了，病人有希望。OK， 出好了，好了，那个哪位？好了。OK， 好了，完成了，手术成功。他们现在要找出密码来打开宝箱，不会密码就打不开宝箱。对你来说谁是妈？对他来说谁是妈？对他来说谁是妈？妈是一个孩子。呀，定个宝贝。全部人的宝贝加在一起，然后加完不可以加，你自己做，你自己做。全部都是妈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密码是什么？你在说什么？写下去啊，看对不对？找到了，09020203020207020209。快点去按那个门，密码。02030202209。门打开了，快点去寻宝。答对了，厉害！快点去找宝箱。找宝箱，快点找宝箱！
找到了 ，Lucas 找到了 ，Lucas 找到了，搬出来，搬出来 ，Treasure Ball。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OK， 两位美女不要吹 for opening present。哇，还有红包啊！哇！都很开心，有钱拿，有东西吃，还有的玩游戏。这里有240块。哇，240块！现在有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呢？就是我的妈妈只有四个孙女，所以中秋节嘛，嫦娥嘛，所以要帮忙这四个孙女打扮成嫦娥。第一名的是。最像嫦娥Number two, the most creative one. Creative, number two, the most creative. Okay. Okay. Number three, the funniest one. The funniest, funniest one. Okay. Number four, the most out of this world. 一定要用所有的材料打扮成嫦娥，然后。胜出者是由我妈妈评判来选出的。第一位参赛者已经装扮好了，梦梦笑，梦梦，嗨，这个是第一位，第二位参赛者。第三位参赛者。第四位参赛者。四位参赛者都装扮好了，各位看看，哇！最像嫦娥的，最搞笑的，最有创意的，独一无二的。阿木，默默，看妈妈，嗨，1、2、3，耶！中秋节怎么可以少得了月饼呢？这一桌都是哈辣的，不哈辣的，还有中国茶，哇，各位看看。还有猫山王月饼哦，各位，月饼吃到饱。这是我的手，看看有多大只。这是我弟弟，是我弟弟把它吊上来了，厉害哦！喂，下午2点，茶点时间。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吃。咖喱包、豆干、炸豆干、炸番薯、虾饼、咖喱菜、米粉、糖水、咖喱鸡，哇哦，咖喱鸡，炸豆腐。那个是果盘可以吗？可以当。对啊，配上他们的这个辣酱，超好吃的。不要肚子切出来。
炸虾饼，看真正的有虾哦。好吃没吃？糖水。阿伯，你看好吃。吃饱饱过后的休闲活动就是游泳，小孩最喜欢的。嗨，现在是傍晚六点，晚餐时间。今天吃火锅，各位你们看看。番茄汤底，好香啊！这一盘鱼呢，就是我弟弟钓的，大家钓的鱼，昨晚钓的，今天就在我们的餐桌上了，哈哈，哇，这只很大只，这里还有一盘哦，还有一只大鱼，也给它进去，眼睛很大力，盯着我看，哈哈哈。通通下锅，火锅最重要的就是汤，这个是番茄汤，超好吃的，这个汤很好喝。新鲜好吃。这个是我三姐 sponsor 的烟花。姐不只是有准备烟花，还有准备灯笼哦。二姐也有准备灯笼。二姐，谢谢你准备灯笼。提灯笼仪式。哎呀！哇 ，Emma， you got two。哇 ！Escape room 啊！中秋节快乐！哇！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了。来，我们唱歌，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切到尾，有头有尾，耶！宵夜时间，这里有什么呢？咸粥，咸粥，这个是花生甜汤，还有烤面包。原来现在心